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。要坚持，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。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，要和衷共济，团结向前，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，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。